好，你要探讨我呢、這個。探讨呢件事。Hello， 各位好。Hello。到呢度我知啦，咁咧我就系阿卡啦，继续今日大家做 gym 嘅。呢位咧就系我嘅健身教练 Maron 啦。咁今日咧就会同我一齐咧同大家 share 一下，一啲点样可以先系 office。系啦。在 office 入面咧，可以做到減到肚腩啦、大髀內側呢一類型嘅肌肉啦，同埋我哋之後就會有一個 section 係for 翻 burn fat 嘅，即係類似係一啲 HIIT 嘅嘢，45秒 on 45秒 off 嘅動作，咁有一連串嘅動作做10分鐘嘅啫。OK， 咁好啦，嚟緊我哋而家咧。就教第一個動作先啦。OK， 咁啊，阿卡你坐喺個凳嗰度先啦。OK， 好，然後膝頭哥夾住張紙。用 A4 紙啦，就攞紙張。係啦，你可以用廢紙都得嘅。跟住咧，隻手捉住個凳邊，然後拱起個背脊，拱起個背脊。好，跟住拎起只腳，提起只腳，跟住伸直。係啦，翻嚟。再伸直，再翻，系啦，咁重複做15至20次，系啦，一定要夾住張，系啦，四，嗱，張紙好容易會鬆落嚟嘅，系啦，六，嗱，跌啦，七，八，九，十，做得五啊，五，四，三。二日 ，OK， 好嗱，自己喺屋企或者而家喺 office 都可以试下嘅。咁我有示范多一次俾你睇啊，因为阿卡咧佢系系啦，偏向后啊，夹系啦，首先夹实啦，夹实个纸啦，拱起个背脊啦，拎起只脚，伸直，翻嚟，伸直。翻嚟慢嘅，唔好快嘅。所以男系佢要夹住张，系啦，都会松。OK， 好，另一个动作咧，阿球又嚟啦，坐翻低。都系要张凳嘅。系啦，咁呢个咧就会用多少少腹嘅。OK， 夹实，一样系啦，一样夹实。啊 ，sorry。然后做个 leg raise。系啦，好落上，但唔好掂到地。系啦，唔好掂到地下。系啦，如果尽可能咧，就伸直只脚做啦，因为伸直只脚做咧系难好多嘅。你见佢都提起嗰只脚啦。哎，跌咗啦啦啦啦啦！系啦，咁点解要夹张纸喺度咧？就提醒你要夹实对脚。里边大髀内侧呢啲位咧。系啦，就可以 train 到啦。好，繼續嚟。呢個要做幾下？呢個都係15至20下，但盡可能做啦。咁 beginner 嚟講咧，最好曲翻埋只腳去做啦。但係如果覺得咁易嘅，咁你就試下伸直只腳去做啦。係啦，咁我就示範一次伸直只腳做嘅 version 先。係啦，伸直只腳。OK， 好，然后有一个粗腹的动作啊，咁又是用个碌碌凳嘅，好，呢边，摆个手踭上个凳嗰度，然后呢腰背要平嘅，条腰呢一定唔可以塌落嚟，即系唔可以咁样做，咁啊要用个腹肌咧顶翻住喺翻度，跟住呢最基本就是 hold 實啦 ，OK。如果你可以 at 翻少少嘅，向前推，再翻嚟，向前推，再翻嚟，推得越遠咧，用嘅力咧就會越多。係啦，好，阿卡試一下先。好似係啦，
係啦，好，試下推前，推翻落嚟，推前，係啦，哇，阿卡好犀利喎，呢排間 gym 冇開，都 OK 喎，啲 performance 仲喺度，係啦 ，OK， 然後 hold， 係啦，就咁 hold 住，你可以嘗試一下，好，做十下 dynamic 嘅，然後 hold 住 ，hold 三十秒，係啦，三。四、五、六、七、八，我條腰開始塌啦。九、十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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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住啊。OK， 而家計時三十秒啊。因為咧個碌碌凳咧，佢係有碌噶啦，當然，咁個穩定性咧就會冇咁強。所以咧，佢其實咁樣 hold 住咧，已經好辛苦噶啦。好，十秒，九、八，嗱，開始斜啦，有人，七、六、五、四、三、二、一 ，OK， 好 ，rest， 係啦，呢個動作係比較 intense 嘅。咁你哋就可以即係頭先有三個動作啦，係啦。咁樣你哋就可以喺個 office chair 嗰度，可能譬如做完第一個、第二個，做埋第三個動作之後呢，唞一分鐘，跟住再做多兩至三組咁樣。咁你喺 lunch hour 或者收咗工或者冇人望到你嘅時候呢，你都可以試下去玩嘅。係啦。你可以幾個同事。最好啦，因為咁樣大家一齊俾啲鼓勵大家嘛，係咪先。是啦，好，然后我们就会讲一下减脚的动作啦。首先我会做个 squat 啦，教大家怎样是做一个正确的 squat 啦，然后一个 lunges 啦，跟住我们就可以再 add 返少少的 Bulgarian split squat， 是啦，这样就是用埋个 office chair 的，但现在 squat 和 lunges 都不用住。是啦，好，阿卡示范一下squat 点做？我记得教你嘅时候咧，就系膊头啦，同埋个脚咧，其实系parallel， 同埋一样大啦。然之后咧，一样阔，一样阔，系一样阔，系啦。因为我成日都会 arch back 呢个位啦，咁所以咧呢个位系唔可以咁样，要咁样，要咁。然之后觉得头哥唔好遇过脚跌尖。其實這個是有些爭議性的問題，就是個膝頭哥過不過腳尖，但是其實呢，好，你試下打一陣給人看，打一陣，是的，首先腳要是膊頭那麼闊啦， OK， 然後我們由個 pat pat 開始帶動做落，是的，那其實呢，個上身和個小腿呢是要 parallel 的，即是近 parallel 這樣的，然后你不应该摆所有 pressure 落个膝头哥嗰度嘅，系啦，好推翻上嚟，用个 hip， 系啦，可以夹翻实嘅，好再落，好再上，系啦，呢、这个动作咧就系、是、叫做一个 complex movement 啦，咁佢 mainly 就可以train 到你嘅 lower body 嘅。你個 hip 啊，你個大髀啊，全部嘢啊，小腿嗰個位都有。係啦，其實成個 lower body 啦，係啦。咁如果你喺屋企咧，你冇任何 equipment， 你可以嘗試去 hit 一百下，每一日做一百下，我認真㗎嚇。係啊，你做。好攰咯，一百下。係。做埋你個身咧，會幫。雖然佢唔係，大樣啊，但係佢會好 warm 個身，都會流汗。好 hot 添。系啦，OK， 好，跟住我哋就会做个示范一个 lunges 啦，系啦，咁 lunges 点做呢？就系、是、个膝头哥搭前，咁两边膝头哥都系九十度角嘅 ，OK， 然后腰背唔可以弯，系啦，咁就要个 core 要 hold 实啦 ，drop 落去，膝头哥呢个就真系唔可以推前啦，如果唔系咧就会系啦，俾太多 pressure 落个膝头哥度啦，系啦，弯翻后，再搭翻前，再弯翻后 ，OK， 好，阿凯又嚟啦，系啦，
係啦，嗱，咁呢個腳趾啊嘛，係係啦，你個膝頭哥就衝太前，係啦，好入翻後，再去，係啦 ，perfect。嗱，咁佢呢今次就冇 arch 得好犀利嘅，係啦，係啦，因為你要 hold 曬個 core 去做嘅，係 good good good， 係啦，呢、這個又係可以喺屋企做一百下啦。你做 squat 跟住 lunges， 跟住做頭先操腹啊，咁。減大髀內側啊，嗰啲 exercise 呢，係啦，咁你就可以訓練到個下身啦，係咪先？同埋個腹啦。咁然後我哋仲可以再加個多個 advance 嘅，即係譬如你覺得 squat 啊 lunges 都好容易啦，咁我哋可以做一個咧 Bulgarian split squat， 擺一隻腳喺個喺個凳嗰度，係啦，可能大家睇唔到。是啦是啦，擺隻腳淨係嗰個腳背啫，那個腳面啫，擺上去。然後你嘅成個人嘅重心呢都擺晒落喺地下嗰隻腳嗰度。Okay? 跟住呢就要落上。呢、这個係男個先嗰個。係啦。就係、是左腳囉，因為我哋而家個左腳喺地下嘛，個右腳就喺個chair 嗰度嘛。咁所以你要將成個人嘅重心咧擺曬落地下嗰只腳度，係啦，即係好似咧你係用一隻腳做翻頭先 squat 嗰個動作，上，係啦，一樣嘅，膝頭哥唔可以向前 ，hold 實個 core 落上，呢、這個係會難過squat 就咁 squat 同 lunge， 係啦，個重點就係、是。那個碌碌凳又是那個是啦，那個穩定性又不高的。哇，好不穩定的真的。是啦，所以你就可以 train 到 train 埋你的 core 啦，你的stability 啦，是啦 good good good。你會見到 Aka 呢，他越拱張凳越厚的，是啦，會越拱張凳越厚，是為什麼呢？因為他將他的重心唔小心擺咗喺後面 ，exactly， 所以你就會推走張凳。如果你要 test 自己啊，做唔做得啱呢，張凳係唔會喐嘅，係完全唔會喐嘅，係啦，好轉噶。咁呢個動作呢，你又係一樣可以做15至20下啦。但係一開頭你未必可以做到嘅，咁你就練咗squat 同埋 lunges 先啦。咁呢一個係之後先做啦，係啦。咁你見到佢收入過。越嚟越前啦，因為佢冇力，你睇落唔落到去，落唔落到去，落低少少，落低少少。唔係，你個 hip 要坐後，係落啊，落低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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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低，再低啲，係啦，好上嚟，係啦，係啦，咁先係一下，係啦 ，OK，good 啦 ，good 啦 ，OK。是啦是啦，咁头先呢就教咗夹住张纸啦，做伸直啦，訓練个大髀啦，大髀内侧啦，咁然后再夹住张纸做一个 leg raise 啦，喺个 low lock 凳嗰度，咁又系练到个大髀内侧同埋个腹嘅 ,ok, 跟住第三个动作系嗰、那个plank 啦，是啦，咁啊推前是啦。是啦，咁就可以試下，但係開頭做唔到就唔好推前住，就咁 hold 咗先 ,ok? 跟住就再教咗一個 squat lunges 啦，咁你係其實基本上你係要練咗呢兩個動作先嘅，for beginner嚟講，因為第三個動作就會比較 advanced， 就會變得 ,ok, 咁我哋嚟緊呢而家就會做一個 HIIT 啦，咁就係非常之 fat burning 的一個 exercise 啦，十分鐘，咁啊40秒 on， 15秒 off， 咁樣就有10個動作嘅。咁 Aka 你 ready 未 ？Yes I am 好。好嚟啦，等等我 set up 翻先。我哋咁樣 set。係呢個嚟嘅。係啦，咁你喺屋企都可以做嘅，因為呢、這、一個exercise 其實是沒有任何 equipment 是要用的 ,OK,ready?、Okay?
嗱，咁第一個動作就會係 crunching 先啦。係。咁啊二嘅，記住啊，瞓到落地下，個腰咧係一定要墊地嘅，但係個頭咧最好你個 chin 咧要側肩，然後就上。好，開始計時噶啦。純粹是用個腹肌啊，就盡量都不要錯手，即是做一些動作去錯的，只是用個腹肌上上上，是啦，在這45秒裡面呢，你就不停將個腹肌拿實拿實再拿實，千祈不要推得那麼高，因為你會不覺意呢用了腰力啊或者其他肌肉的瞄阿卡得唔得？三、二、一 ，OK， 十五秒休息。休息啊，嗰阵时咧，我就讲解一下下一个动作。挨后嘅，只手咧揿住个地下，打开脚夹埋，又系你又可以用到个大髀肌嘅。好 ，go， 系啦，交叉咁夹，交叉咁夹，打开，啊、一路上咧。剛才你 activate 了你的腹肌啊，跟住你做而家做呢個動作呢係會非常之痛苦嘅。好痛苦啊。我唔想出車。撳住你啊，撳住你啊。係啊，你見佢就死啦其實。頂住頂住。十秒十秒。十秒。四、三、二、一 ，OK， 好，跟住我哋可以起身啊，俾个腹肌唞下先。咁我哋就做翻头先做嘅做过嘅 squat 啦。三、二、一 ，OK， go， 系啦，我哋可以做翻个 squat。系啦，咁记得咧做 squat 嗰阵咧，唔好太 arch， 唔好太拗。是啦，跟住啦呢個 core 呢都係要 hold 實嘅，咁個膝頭哥係啦，冇充血啦，盡量同個上身同個小腿係 parallel 嘅，好咗十五秒，五四、三、二、一 ，OK， 好，唞下先，十五秒啊，有十五秒休息。好，然後跟住我哋就做個 jumping lunges， 咁頭先講咗 lunges 嗰個動作啦，咁而家咧係要跳嘅 ，lunges， 跳，跳，係啦，好 ，go， 係啦，咁如果咧你覺得跳太難啊？咁你可以搭前搭後嘅，都得嘅，係啦。咁但係阿卡你做個 jumping lunges， 嚟睇下先。係啦，係啦，啱啦，啱啦，啱啦。繼續，繼續。唔係我話如果太難啫，但係好攰啦，而家太攰啦。好，咁我哋就可以轉行嘅，行嘅板。五秒，四、三、二、一 ，OK， 好 ，B B， 转，好，然后而家转咧，做呢一只，都系做腹嘅，好 ，ready go， 系啦，你一路伸翻只个人，夹翻埋个人。睇下你个头唔好喐咁劲，因为我哋唔系喐练个头啊嘛，我哋唔系练条颈啊嘛，我哋都系操腹为主啊嘛。系啦，只手揿翻住入地下，系啦，因为其实咧呢、這个都几攰。揿埋啊！揿翻住地下，系啦，加油啊！喂，收翻，你做紧咩？十秒，五秒。喂，你做緊咩？
你隻手 ，no cheating。OK OK， 好，休息。系啦，咁就唔好黐咁多啊，尽量隻手啊，唔好咁掹住，做其他动作。好，仲有五秒啫，等你好 ，ready， 兔仔跳 ，go， 猫底，扮个兔仔。系啦，你会 feel 到咧个大髀系好鬼 burn 嘅呢个，我系完全出晒汗而家，喂，关晒肉啦呢个嘢，系完全错，喂，唔好弯腰，喂，重啦，你重啦，系，佢完全系跳到唔知点噶啦，冇对子，喂，你完全，喂，继续，继续，继续。系啦，五秒啊，千祈唔好弯晒腰咁样。OK， 好 ，rest。啊，我谂佢太攰啫。嗱，但系真系唔好关注一路系咁跳啊，我系要踎低咁样跳嘅。好，仲有五秒，跟住我哋做个 shoulder take。好 ，go。咁就系拍个膊头啫。系啦，咁尽量咧腰背都要平嘅，用多啲个 core 嘅。另外就唔好扭太多个 hip， 试下咧尽量唔扭个 hip。当你咧拎起只手拍个膊头嗰阵咧，你就试下 hold 实个 core， 将重心转移去另一边。系啦，而家仲有十五秒啫。二、一 ，OK， 出得 table 啦，已经成身开。OK， 我哋仲有三个动作啫，三秒、两秒、一秒，好 ，squat， 好，落，落。上，好翻个柱个 squat， 再落第二只脚，上，上，落，落，上，上，系啦，上，好翻住个 squat， 你又会 feel 到只脚好鬼崩，好鬼崩嘅。呼，顶住啊，暂时都 OK， 阿卡。加油，十秒，八，喂，唔准撳住我添，仲要 cheating 啊 ？OK， 好，唞下唞下 ，OK， 跟住嚟个简单嘅 Russian twist， 咁系练翻嗰个侧腹，都系腹啦，练翻个条腰出嚟啊，好 ，ready go， 咁就尽量咧拎起只脚。如果唔得咧，你擺只腳喺地下都得嘅。然後咧，唔係淨係隻手喐嘅喎，我哋成個膊頭咧都要轉嘅，轉嘅，轉嘅，爆曬汗啦，係啦，轉嘅，轉嘅，轉嘅。而家應該攰到爆炸啦！唔知一路跟緊嗰啲朋友跟唔跟到啊？呢一套四、三、二、一 ，OK， 好 ，last 一個動作啦，去到就係一個 jumping squat 加一個 lunge 啦 ，OK， 仲有三秒、兩秒。一秒 ，OK， 我哋落个 lunges 先 ，lunges， 再嚟一个 squat，lunges，lunges，squat，lunges，lunges，squat，lunges，lunges， 系啦，加油 ，keep 住去喐，如果就算撞到，嗱，唔好好似我咁，慢慢行。keep 住行，系啦，千祈唔好 round 个 back， 记住，唔好好似我咁嚟一句，唔好 round， 系啊，喂，中嚟，
系啦系啦，腰背要直嘅。OK 好。耶、yeah. ！喂喂，阿卡。你好，你好型。多谢。好，咁呢个咧就系、是、一个十分钟嘅 workout 啦。咁如果你觉得，哎，做完呢十分钟爆咁多汗都唔够，你自己可以做得做。啊，不过我就够噶啦，我今日都够。喂，扯晒吓，真系好热。好，跟住我哋嚟紧而家系一个 Q&A 嘅 session， 系啦。咁如果大家有咩要问啊，我或者问阿卡，你而家随便可以问啊。有人问，阿卡卡啲石点样可以收嘅咧？认真嘅，因为咧，我 study 翻嚟嘅，而家唔啱咧，脚嘅地方咧系好多嘅。咁所以咧，其实点解好多人会有脚骨僵咧？就因为佢难啲松翻上去。咁所以咧，平时咧。讲唔讲到嘢啊？Bye.